在咖啡上印制图案近年来逐渐成为风潮，而一般的咖啡图案都是由咖啡师傅手绘上去。不过澳洲一家咖啡馆却特别推出新颖的自拍照咖啡，让顾客将手机里的照片直接打印在咖啡的表面上，吸引许多顾客慕名而来。为了吸引顾客，澳洲一间咖啡店巧妙地将咖啡文化和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热潮结合。客人下单之后，只需要等待几分钟，便能拿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自拍照咖啡。咖啡师先使用普通的咖啡机制作出一杯咖啡，之后在咖啡的上层铺上一层泡沫。这时，客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提供一张照片，或是现场在咖啡店里拍一张，然后再上传到和打印机相连的手机软件上，顾客可以调整照片的大小之后，再通过特别打印机把照片印到咖啡的泡沫上。It's absolutely gorgeous. It's a lot better than what I thought, and it's like a little photo on your coffee. Yeah, it's really great. Maybe 70% would come in because of things they've seen that we posted or that somebody else has posted tagging us.Which is huge. 这家自拍照咖啡馆不但开拓了饮食新时尚，还吸引了不少咖啡爱好者的追捧，更成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。 NTV7 综合报道。